请收看维新世界九九法会义工立人天。师兄师姐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我们来访问另外一组的义工，这些黑衣部队，黑衣部队呢全部呢都是我们的普桌正忙的时候，今天呢有3000多桌。阿弥陀佛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又看到你真的就是我们普桌的义工。对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来看看大家。我是现在8届的陈吴美惠。是第8届，我一样是第8届哈。那吴师姐来家这在普桌会辛苦吗？不会啊，很快乐啊。很快乐。哎呀，快乐的地方在哪里？大家都和乐相助啊，然后大家都很欢喜充满啊。所以就是也是一样，师道天心。对啊。有没有还要人拍好了以后还要来检查一次？还要来修看一下，看白亮点。对呀、啊，有时候会落啊。会呀、啊，有时候会落。我刚刚有看到一个这个地方，坑了不多啊，我得改扣啊。当然啦，当然当然，那是一定要的啦。是哈。所以，在咱这树仔卡啊，听讲这个所在较早过去，咱拢无碰到嘛，哈。对呀、啊。你刚刚讲有这個有什么意义吧？有啊，让法界充满那个。温饱啊，然后再欢喜充满，就可以快乐的那个往生他自己的净土喽。所以每块土地上，师父绝对没有放过哈，都是有个普桌啊来普度这些众生。是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哈。那你今天坐几班的车来？我今天坐游览车。几点来？8点。8点哦。对啊。套餐8点，对，今天早上是按那来，差不多2个小时。到的时候办的，对，是非常好。那你就忙了，我就不打扰了哈。功德无量哦，感恩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好，你好，师姐你好。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刘，刘富娥。刘师姐哈，常常看你做义工，做有心的。感恩师姐夸奖，谢谢你。你有去楼卡，有去卡下卡遐有画文书无？我头仔为啥起来看到文都坡道还袂摆好，先来铺摆坡道，照顺序，即个坡道较赶紧。那坡道还袂用好时，遐有需要移工，我就过去啊。有影嘞，照着顺序嘞。足甘心的，你看卖吼，咱安尼看知影讲，遮需要咱搁较侪师姐来帮忙吼。师兄师姐来看了讲，遮真正需要做侪人的时，大家就较紧的先按遮过来。我就是看到电视走马灯，很多需要义工。是，所以说真的需要义工哈、大家都已经布施时间长长，而且很多次了哈。咱阿公哪个地方需要人，我赶快哪边先过来帮忙啊。这个精神非常的伟大。对嘛，就是先后顺序啦，需要先赶做好的先做好，是照顺序来。今天几点来？我6点出发。从哪里来？桃园。桃园哦，桃园来到这里应该是2个小时，差不多。自己开车还是游览车？我搭师兄的便车。我们有一师兄很发心，知道我们要一起来，大家就共乘。共乘是共乘，大家呢互相来成就我们宗门所有的法务哈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也圆满。尤其是像我们今天的九九法会有3000多桌哈，真正是义工真济，那个还要这些奉化这些文书，跟咱的这护摩棒，个普桌3000桌多哦，有够好，大家做无用的啦，就是大家发心呐，需要义工时，大家就共同站。齐力战，齐力来协力啦，协力，齐心协力。太好了，感恩了，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师姐你好。
来来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来来，看家看家哈，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是宜兰道场。好、哦，宜兰呐、啊。哎、欸、哎，宜兰道场师姐，啊，你行落雨是无？无啦，我透早就来啊。行透早就来，啊，你即摆穿这雨衣行落雨。行落雨，早起来有落雨啊。哈、哦，是是是。啊，你什么大名哈、啊？我陈世明。啊？陈世明。陈师姐啦，吼。宜兰，你是坐游览车来，还是家己开车来？坐游览车，游览车。诶、欸，甲老师同齐啦。这边来偌济人来？诶、欸，四台游览车的块。四台。嘿、欸，啊，四台。哦。他们是淡水道场。好、哦、好、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师姐来，甲大家讲一声问好就好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名。啊，游览道场游素月。哦，吴师姐哈。诶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游师姐啦，哈，游师姐，你嘛摆倒排这个捕捉，但是要摆捕捉的时，有甲恁介绍讲要安那摆无？有有有。你以前有做过吗？啊，没有，头一届来摆。哎，啊，十道天星，你知道怎么排吧？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。不知道要请问一下这些师兄哦，哈，哎、欸，这样子纵横都是八盘。对，好、哦、对哈、哦嗯，哦，我有得到了，谢谢哈，阿丽嘛赶快哈，诶，今麦较冷吼，雨衣穿咧也较袂寒啦，啊这，嘿呀、啊，那袂热死的呀，早起来拢有雨水呀，嘿呀，阮来是还佫真啦，好好好，真感恩啦哈，安尼互恁无闲哈，啊，来成就我们这个法会功德无量哈，谢谢，感恩阿弥陀佛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来，请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姓潘，潘师姐。对，我现在在泸州十二届上课。大名告诉我们。哦，潘恩瑞。好，潘师姐哈，哦，非常高兴的是讲，你跟我比较恭维，你讲话声音很好听呐、啊嗯，要多讲话，跟大家问候。欸大家好，今天是九九法会圆满日啦，哦，大家都来做义工，共襄盛举这样，是是是出一点微薄的力量这样。哦不，这也很大的力量哈，因为被改接3000多桌的普桌排好，要圆满，要赶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中午的时间哦、嗯，真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。对对对，所以大家要加油，是是对，为我们的世界和平共同努力。没错没错，世界和平，而且呢，让大家内心充满了欢喜心，能够充满了安。心哦，这个才是呢我们在宗门里学习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哈。所以说今天来这样做会辛苦吗？不会啦，是大家的那个有出点力量，算起来辛苦是值得的。是是，非常的好哈。那祝你今天工作愉快 okay, 谢谢啊，小心保暖的工作哈。祝福你，感恩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正极十六届学员周阿言。是，我觉得是在我们台中道场看到最帅之一一个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是，自己本身做生意嘛，哈，今天有做生意吗？今天有啊，就是提早收摊。哦，提早收摊。来参加这个盛会。来做义工就对了哈。我头拄仔看你在给人指挥，在给人教什么哈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经验嘛，哈、哦。是。哎，这个捕捉哈要排成十字天心。是。哎，它是有规格的。哦，是是是、嗯、是。规格，你可以讲更清楚一点吗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捕捉总共有十二道捕贡品嘛，对，那十二道的话就是，每六，假设以这里呢，对，就是重的哈，六重的八盘，重的就是这样子来的重的，对，然后横的也八盘，然后。连起来刚好是一个十字形哦，对，是就是十道天心。听说这是老祖开示的法，是真的哈、十道天心心最重要了啦。对了、哦、对了对了，所以你就这边看了，有一些如果不太清楚的，你都会给他指导一下。那你来做这个捕捉的工作做几年了？我入宗门到现在前前后后已经。今年迈入第六年，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是初级班，所以说，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宗门的一些形式。那，
当我进到正期班之后，我每年都有参加，是，而且一年还两次。哦，哎，对，太好了，对，是，真的非常的发心哦，才是法师无畏师，我们的布施真的每个功德都很大，谢谢你接受访问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呢，因为今天是癸巳年的九九法会圆满日，那我们总共有3000多桌的普桌，师父开始说呢，要在每一个以前没有普渡到的地方呢，都要来放这些普桌供养众生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有这么多的师兄师姐呢，大家都是这么的忙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还是一样邀请这些师兄师姐来跟大家挥挥手啊，我们来赞叹他们的辛苦。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大家辛苦了，阿弥陀佛。头回过来跟大家看一看吧，哎，太好了哈！我们看还有年纪最小的哦，那还有哈，大家都是这么的忙碌哈，真的啊，很辛苦。但是如果你身临其境到这个地方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忙碌，而且要在今天圆满日的中午12点呢，这普桌呢，我们就要开始供养了。所以呢，啊，刚刚也有很多人已经转移阵地呢，到一个地方去了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我们待会儿还是会去的哦。感恩大家的收看。金刚经